梦想继续加油，奏上最后一曲，有请我们的潘晓婷和她的舞伴给我们带来最后一舞，有请。Let's dance。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情人啊！一起跳，一起跳。当我已经告别，我们陪小婷一起跳。是想去为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明星也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东方卫视官方 APP 哇啦，参与哇啦人气榜的活动。请邹市明留步。邹市明今天能够到现场来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昨天他还在澳门进行比赛。邹市明昨天打了一场苦战，因为苦斗十二回合，冲击。这周爸爸专程来舞房检查女儿的舞蹈。帮我选选衣服，这个我觉得怎么帮你？这儿。现在爸爸的难题来了。这些裙子都是我们那个专业比赛的，一般就是专业比赛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的裙子。这露太多了，这条尺度可以吧？全包的，底下可能就到膝盖。在爸爸看来，他难以相信自己的女儿会穿上这样的服装。虽然舞蹈能给你带来排球以外的乐趣，可以，但是毕竟还是传统一点，传统一点。